我把这个调高的时候，它的杂音就变小了。然后这样好像就比较不会爆掉。你要来试试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Laura 梁心怡。你现在收看的是 LG V20 featuring 乐人前所未有好音乐。这首《不敢哭》是我用 LG V20 录的独家不插电录音版。如果说了太多，请你别再闪躲，那尴尬的笑容会让我更难过。就算只是朋友，你能不能够直话直说，让我懂。都怪你的洒脱，温暖了我胸口，但暧昧很沉重，让情谊成了折磨。不要看着我真的说，现在的你是多么脆弱，这样讽刺求救，原来最痛。我不敢哭，因为我不想认输，你的心为他守护，我比谁都清楚。就当作祝福。